27日，电影夺冠宣布定档，9月30日电影院上映，成为继《姜子牙》之后第二部杀入国庆档的春季档电影。随后，导演陈可辛转发官宣微博称：“谢谢大家206天的等待，9月30日影院见。”稍晚，他又更新微博发文谈夺冠定档。1月19日首映前，经历了人生最煎熬的一个月，没想到首映后再经历了更煎熬的7个月，拍了30年电影。以前经历的所有酸甜苦辣在这儿都不算什么，能熬到今天就靠中国女排4个字，中国女排是精神，是信仰，谢谢所有的女排姑娘们，你们的故事给了我莫大的能量，去完成这个光荣任务。网友看后也纷纷留言，终于等到你了，期待夺冠，电影院不见不散，9月30日电影院我们不见不散，等了你们7个月了，期待期待，真的很期待陈导的夺冠，等到国庆一定要去看，我们电影院见。